现在你在这里干啥呢？小朋友。你爸爸呢？病。爸爸病了。这个是什么树啊？爸爸。爸爸干。平时都是你在这里做农活吗？爸爸生病了，我做一些。爸爸生病了，你做一些。你吃过饭了吗？还没吃饭。还没吃饭。你这个是做饭吗？给你奶奶做饭。你这个是做什么饭呀？就做点粥吗？你做什么去啊？你做什么去啊？摘海椒。摘海椒。这个辣椒不用炒一下吗？不炒。就放点盐吗？平时都是你这样喂你爸爸饭吗？一直都是。平时都是你做饭吗？爸爸和奶奶都得了什么病啊？你妈妈？你还很喜欢这个。因为我们有亲戚。回来跟你妈说一下好不好？跟你妈妈说一下，这里有几百块钱，你们拿着，好不好？拿着孩子，拿着，回来跟你妈妈好不好？哥哥过几天还会回来看你。你太棒了，孩子。好，再见。感觉是看不清吗？看不着，兄弟。就一自己做的水。啊，这都快塌了。那有炕咋不上炕睡呢？那炕不能睡，也堆在洞里了。那有老鼠到了，那不能睡。这都露着呢。夏天。这不往里进蚊子吗？它进蚊子也没法，它进家进蚊子。冬天怎么办呀？冬天再说冬天。Thank you.
回来。你们好大年龄了？八十啊？八十还要装包谷啊？你们还要推好远吗？还要？平时哪里来电装啊？我来。你给我装上。没人。哎呀，欢迎。再见。奶奶，你把这个瓶子换成干嘛呀？我看不到。哎，你人来的，我才晓得。我要做板子的，我要抖。记得我吗，奶奶？你记得到我吗？记得到。那你是多久看不见的呀？春天才刮一点风，看不到。那你家里人知不知道你看不见呢？不晓得，不晓得，他们担心我。平时你一个人生活方便吗？哎，过啥子啊？随风奔跑，自由是方向，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，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，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。敲一下这个就能听到声音，有人来。来，你坐下，等等，坐后。谢谢你们哈，给我们打造，谢谢弟弟哈。我这个主意我都给了你的。谢谢奶奶，谢谢，谢谢，我收下了，谢谢。我就走了，奶奶。